你们这些小心点谈恋爱，能不能别老送花，还一送一大把的，以后再往我这儿塞我就扣分。不好意思啊阿姨。哼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女性在口味方面比男性挑剔的多，食物带给他们的刺激也比男性更强烈，多送些好吃的准没错。周小姐您好，顾先生已经为你准备了豪华海鲜午餐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谁给你送的？这么好吃的。女性在受到保护和照顾时会分泌一种后叶催产素，也就是俗称的恋爱兴奋剂，这个时候你要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一定会提升很多好感度。周小姐你好，我是顾先生为你准备的专属大餐礼。今天也要跟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了？如果润物细无声都没有效果，那就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场面。女生很难拒绝这种万众瞩目的浪漫时刻。南城大学有个布置求婚现场的大单，今晚8点。放着我来。还不错。先生您好，服务费一共是？是你？这些都是你让我弄的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嫁给我。我知道，女生在面对这种壮观又浪漫的时刻，很容易紧张和害羞。我愿意再给你5秒钟的时间，让你冷静一下。怎么样，冷静好了吗？冷静好了，我不愿意。女生在面对追求者的时候，表现出的矜持是为了得到更确定的答案。不过很抱歉，我时间紧，没有时间陪你反复折腾。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跟你结婚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的时间也很宝贵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愿意。这戒指我不要，服务费2000，给。我已经付完了，所以可以考虑我的提议了吗？